题。胸部是我们女性的第二象征，对，很多女生而且是使人尊敬的部位，对，奶奶嘛，对，奶奶好，母为母乳啊，对不 对, 对？很多女人都希望拥有傲人的身材跟美丽的胸型，对，但可能因为我们这个天生的基因啊、遗传啊，或者是产后萎缩啊、下垂啊，会让很多人产生自卑。对，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隆乳手术变成了许多女生考虑的一个方式。哦，那问题就来啦，请问隆乳后的女性无法哺乳，对或错？无法哺乳，对，她没有办法再喂奶。错，她可以喂奶。哎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身边朋友都有隆乳啊。要看小朋友会怎么做吧，会有塑化剂的问题。你有问你的朋友，他们都可以哺乳就可以。哦，所以他答案很肯定的啦。我肯定没经验啦，没有，你朋友就有经验没？丢丢丢，所以这个就是后厨下面毛皮龙舞啦。不然我们来call out一下好了，问一下他的朋友。有一个龙舞，有一个龙舞的群组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是啊，秀慧姐都流汗了。我觉得大家不要去那个觉得隆乳只是为了外表或者是哺乳，其实它还有个很重要的功能，保持平衡。对，因为我有个朋友，他就是乳房也得了那个癌症，所以他就做了切除。后来他很喜欢跑步，后来他跑步的时候就很不平衡，他会对他整个那个躯干就不平衡，后来就隆一边。我以前也不想说隆乳可以隆一边，隆完之后两边就平衡了，对，心理也比较平衡，对，所以乳房要平衡嘛，对啊对啊。像我朋友都说，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嘛，他先去隆一颗，可以吗？他等到第二颗钱有存足了，再去隆第二颗，这样子，要不然他怕钱没有赶快去隆，他会花掉。秋慧姐已经有答案了，有，请作答，万确，yes就对了。我的答案是。No No No 是错的，错的。好的，他的答案是 No， 这个答案是否正确？